为了准备棉卷给蒸梳使用，梳棉条子必须形成小卷。首先是15至24条梳棉条子从条筒拉出，躺放在位面板上面，及被推进去条卷机的牵伸系统和压成棉卷。最后棉卷翘到预定长度之后，棉卷会被推到去棉卷架上面。因为经过多条的混和和拼合，所以纤维的混和效果和纤维平衡度得到改善。